我爱你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天天想，没日没夜的想，就是想看一眼。怎么样？啊！陆鸿大夫上钟，百会是二号床，跟正常人一样。对呀、啊，太漂亮了。是啊。来，帅哥，按摩。小马，你好好照顾他。你还欺负我？别打！我爸我妈不同意、啊，你到底说不说？我配不上你，我就是想知道美到底是什么呀？每个人的眼泪不一样，但是想哭的念头是一样的。一杯洒落阴凉，一杯沐浴阳光，非常之。他又不是大款，他瞎你也瞎，你们才瞎了呢。我来南京其实是私奔了，我要死了。你心里就一点都不爱我？没有哪个女人是看不到爱情的，眼下的女人尤其看得到。嫂子，嫂子，你这拿着包要去哪儿啊？不成交易了，夏老板。沙宗集团拿东西，欢迎你们。